看到没？这里有个金色的按钮。哇！哎哎，哇哇哇！嘿，伙计们，你们好，又见面了，我是鲤鱼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再次来到 Super Mario 3D World 超级马里奥 3D 世界。哇，好久没来玩这个游戏了，我们继续探险，开始，还是用马里奥。哦耶，马里奥蛋。还是这个第一世界。不过我们直接来到了最终关卡了，这上面就困着那个叫萤火虫公主嘛，还叫萤火虫姑娘，就叫你绿绿姑娘算了，绿绿。Help！ 快来救救我吧，马里奥。哎，先不着急，这边有个方块，顶一下。来吧。哇，直接来 BOSS 关，什么对决酷霸王的高速公路城堡？你把家建高速公路上了吗？你好啊，王八，把我后路都给断了。哦，这什么？哦，踢足球，帅！接球，哎！啊，没关系，我这怎么没有猫猫了？有一个花花，花花也不错。哇！无敌的花花，哎，这现在有小铃铛了。哇哇！咦？这是可以给我星星的吗？嘟嘟嘟嘟嘟嘟！啊，果然来一颗星星，还剩两颗，希望别在那些……哇！到到到！我刚想说，希望别在那些奇奇怪怪的角落，我就死掉了。没关系，还会给我铃铛的。喵！这个是跳跃，要记住，不要按错了。呜呼！啪！哎，我怎么炸开？意外收获哎！印章在这里。呜、哦，这里有大石墩，但是上面只有属于我猫猫才能使用的超级猫猫转盘。我这起的什么名字？呜、哦，超级猫猫转盘，这什么？呜、哦！时间要到了，上面有星星，第二颗。音乐好，好帅呀！他们上面有颗星，这么容易吗？这关卡的星星，我要星星，给我星星！好多这种炸弹球啊！啊啪！你怎么站在上面了？接球吧你！对不起，我这个球技太差了。走，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炸开墙！哎呦，这边有个蘑菇！喂、哎，两边那种发红光的球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我非得我就不该去看它。OK。他提豪车了，新提的车耶，哇、哦，好久不见啊，酷王吧，来吧，哎 ，bang， 球技不错嘛，哎，应该我球技不错，你车买保险了吗？经得起我这么造吗？王八翻壳了。你好生气啊 ！bang， 踢偏了，好球！再来再来，好球！好球！哎哎，哇、哦，怎么吐痰呢？这什么鬼？还要传送一下？好球！我都不用换变身道具耶，这关。哎呦，这怎么有蘑菇了 ？No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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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火球 Mario 冲啊！可是我哦，现在有猫猫铃铛了。
呜、哦，刚才如果不变成猫会怎样呢？那个火球会直接把球给弄消失掉的，就踢不了了。完了，他给我的这个角度不好踢，这种发红光的是不能踢还怎样？我不敢碰。什么？哎，踢！哎呀，这种红光的不能碰啊！这个角度怎么踢嘛、哎？可以的，再来最后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变个身吧！火球不能攻击你吗？好像也可以攻击的。火球就可以打的，跟你踢了半天球哎。飞了，拜拜。嘟嘟嘟嘟。看看我发现了谁，我马上就来救你了，但是先拿金币要紧啊，先拿金币要紧，你在那边先待着吧，你安全了，等我先把金币加好。哎呦，这地方如果用猫的话可以耍赖啊，但是现在只能凭我的技术去跳了。哎，你自由了，绿绿。哦，这次是酷霸王的印章。哦，他要干什么？哦，你要给我建造一个能去第二世界的交通方式，就是个管子。我可太感谢您了。走，去第二世界吧。哇，这酷霸王，哇，这酷王们好多地盘啊。这是来到沙漠地带了，这是个黄黄，是个小黄哎。哦，我现在不能预览这个城堡是怎么什么样子的，估计他在这个沙漠上建了一个用沙子铸造的城堡。沙漠的灼灼旧遗迹嘛。Let's go。哦，其实我现在挺想变成小猫的。这打不到他就很气哎，那我就上上面呗，别别别，上面有星星啊，可是我怎么，可是我需要猫猫，没有猫猫，我怎么上去？哎，说啥来啥，第一颗璀璨的星星，啊，这个游戏个别关卡藏星星的地方很刁钻的，你要一不小心不注意。就找不到了，就要重新玩一遍。哦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攻击他？哎呦我天哪！怎么？哎呦！啊！我的妈妈！这个流沙有什么用？我会陷进去。我继续待着会死吗？好像没什么，没什么事情，就是会减速。哎 ，bang！ 这个继续踩一下。我，哎，算了，我还是直接变。小火人，我现在是火娃，变变变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他这是计时的，我，哎，哎，可以还可以，这种计时的我该怎么拿呀？他走的好慢，啊，我能再来一次吗？他不让我再来一次了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让我再来一次啊？不知道给什么。红色的是给星星吗？应该不是给星星的。这地方我又冲过去吧。啊，走你！哦呦呦，谢谢你们的敬礼。存个档。其实火球感觉打它还是蛮好打。这里有只小鱼哎，不知道能不能抓这个小鱼。我进泳池里的话，
这个背景音乐都像是潜水了一样。这什么？又是望远镜，怎么这么多鹅呀？火球能加金币吗？喵喵。好像上面不能上哎。这地方好窄呀、哎，这地方怎么这么窄呀？我可以换道具吗 ？OK， 这地方还是用火球方便一点啊。哎，这火球怎么只能打直线啊？喂、哎，你能不能打这边？哎呦，这个手柄走这种地方是滑的。哎，这个火球怎么打不着你？呀、哎，我掉下去就死了，有点难啊这关。哎，还好，我那边有个金币没加到，哎，算了，先不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应该让他打这个石头的。这石头里要么就是有星星，要么就是有印章。哎呦，哦，印章在这里，我还是先换成猫猫吧。OK，excellent。我走吧。喵！我怎么才拿到一颗星星啊？新地点，直接开启两个新地点，我可以自己选了。可以使用 Amiibo， 我不需要，我这么强。我们再进一遍，我想把那两个找一下。我这个地方能不能再过一遍？我先把这个鸟解决了。哎，这样感觉就轻松一点。猫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奔跑啊？这流沙就是不能跑的。这样一跳一跳加。喂，这，就是给道具的。这个猫走这里好难啊！哎呀。这里，这边，啊，果然你看有颗星星，另一颗在什么位置呢？啊，这边有个曲诺比奥，我刚才都没看见，它被这个鸟攻击了。然后呢，你报答一下我。啊，这样是第三颗星星就齐了。呜、哦，这次能不能帅一点？来个跳跃！我去这个吧，这看起来好炫酷啊，暗黑版的。影子小巷，哎，果然都是影子哎。会有什么特殊条件触发吗？我怎么抱这个食人花呀？我记得是可以抱食人花的。我这是在干嘛？喂，这食人花醒了，我怎么抱啊？是加速？加速完之后就可以抱住他们。这种形态下我还能抱吗？好像不行了，哎，这影子上有个星星，可是我没看见啊。Excellent， 喵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煤球吗？我可以往上爬，但是到不了上面。哦，这个地方还可以爆，我再试一下。哎，谁呀？把这个。把我的食人花给弄走了，这边是吐火球的花耶，那么残害你同类呢？嗨，哎呦，一个存档点，这里有个小门，啊，这次我变成影子了，果然，怎么攻击啊？怎么攻击这东西？哦，它会自动攻击。我怎么跳？哇，这个手柄这么摁好难受啊。它攻击不了大花吗？那我给你。这什么鬼？扔给你。这下面有个印章，看到没有？我怎么下去？哦。叮咚！
这边还有个沉睡的花花。攻击，爽！攻击攻击攻击！哎，这东西是啥？哎，怎么还回来了？我怎么打他们？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什么鬼啊？这是个按钮。哦，踩完之后出现个影子，这就完了。这是第二颗星星。一个个个个嘟。你别搞这个，不要搞这个。这边我看到有隐藏通道了，骗不了我的。啊！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酷王八在这攻击他，可是我看不见他呀。哦，在这里，画风好有趣，是个纸板。你现在是不是可以感谢一下我？耶、yeah ！这下好了，这关卡所有东西都集齐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一到户外就这么轻松的音乐，我猫是不需要踏板的，我直接耍赖。啊，集齐这些东西确实挺有趣的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我看到这下面有一个像马戏团的小屋子，直接开启了这么多关卡。啊，又是这个老虎机！我回过头又来第一关这里，我发现我错过了一个金管子，哎，我从来没见到金色的管道。我这是来到沙特地带了吗？看到没，这里有个金色的按钮。哇，哎哎，我人呢？哦，我一直在加金币。有这么多的钱，我居然死掉了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哦，好多的钱呢！我第一次我在这个游戏里面遇到降落这么多钱的啊，好亏啊，我是不是没加到几个呀？如果一旦贪心的话，想一直在待在中间就很容易死掉。这个小房子干什么呢？是要给我礼物吗？啊，直接给了我一个印章，哎，谢谢你。这是哦，绿公主的。那你是干嘛？你还给我东西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算了，小鸟你好，小鸟走了。当帮帮帮，当帮帮，当帮帮帮，还是可以抽奖是吧？你们好，看看我的运气如何？哎呀，一个一样的都没有啊，这啥运气呀？哎，15个才能解锁，我现在29个呢，来吧。啊，这个还要跟酷霸王一起打吗？哦，不是，是一个新的触摸把抽屉山脉。Let's go， 使用点触游玩吧。啊，点触是什么鬼？出现个图标，然后呢？然后我要用游标合作呀，跟角色。好奇妙啊，这个体验好奇怪，就好像我是上帝一样在指引这个 Mario。 哇，躲开！哎呀，哎呀，分不过来心呢。哎，对对，哎，可以下去吗？这可以下去的。哦，这个要打两下的。你们还进化了？哇，看没看见，就是如此的刁钻出现的地方。那这个可以下去吗？哎，怎么可以下去？完了，怎么出来一堆小魔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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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别追我别追我。哎，让我上去，给个道具。这游标是体感的，哎，得快点快点。哎呦，哎呦妈呀，哎呦呦呦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该怎么办？我这上不去了。我那个地方好像
不是猫猫好像暂时吃不到啊，算了，我们以后再说吧。哦，哎哎，这么多小栗子，小魔怪，小栗子，小栗子吧，蘑菇不是长这样的吧？地方有个小云彩，你好云彩，应该是星星，无敌星，这难道就是如此强大的无敌星吗？哈，舒适。耶！哦呦呦，我差点忘了，我没有无敌星了。哎，我有这个了，你们完了 ！Oh my god， 我应该……哎呀，这地方它会消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看来时间还来得及，我们就不着急。哇、哦！哎呀，就为了这颗星星啊！我要再怎么回去 ？No！ 呀！我如果是猫的话，我是不是就不怕了呀 ？Oh my god！ 你怎么？哎呀 ，Come on！ 等一下，他为什么上面还能上？他一定有原因的，就是为了让我跳棋吗？啊，拉胯！这关虽然找到印章，但只找到了两个星星啊。出现个管道，这管道是干嘛的？哦，是要给我礼物了吗？这个小无畏，耶、yeah! ！金斧子、银斧子、银斧子是我的，只能携带一个道具。那我是不是我先带一个就好？啊，我出门再进来是不是还有？我下回如果死了的话，我再回来取不就好了吗？我现在回去还有礼物吗？我看一眼啊。哎，没了。好吧，下回我就全都加了吧。关键我只能带一个呀，我都加了有什么用呢？这边有只小老鼠是什么？转啊转，旋转平原。Let's go！ 哦，那真的是老鼠吗？哎呦呦，哎呦我天！不知道他们咋不吃了你呢？这个旋转，我是底下有什么隐藏的东西吗？但我转到底下我就掉下去了。喂，好多鱼啊！这什么印章？这么轻松？爬到最上面，哎，果然有个星星。All right， 呜呼！哎，猫吃老鼠，嘿！你们就在这原地的跑啊，都不看捕猎者的吗？这是有鸟哎。你看我得的奖励又白得了，我这又换成铃铛了，就不知道那个奖励有什么用。哦，这地方可以往前走，但就是加金币。哎，这个网球有什么用？我给踢走了。你在干嘛？好，这是干嘛的？哦，又是要加这个金币，这感觉好简单啊！呵呵，给这种没用的东西。哇，出来这么多小栗子，才一颗星星。bam，
这边有个井，呜、哦，咦、出溜滑，嘿，这是什么岩石属性的宝可梦吗？哈哈，变变变变变变变，好多管道啊，变变，咦、哎，下面是不是可以一下？哇、哦，这可以下的。那那边的管道井有什么用？咦，地方好多网球，这网球好像就是打着玩的。我要填满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哦，最后一个星星，太棒了！我可以出去了。哎，下面也可以走的，我只是到上面而已。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。耶、yeah! ！哈、啊，这是个狂奔的没有帽子的马里奥，他帽子哪儿去了？他建议我玩一下其他角色。那么下面的关卡肯定适合某些角色过关了，比较容易一点。那我今天的这个超级马里奥3D 世界就先玩到这里吧，来到第二世界，后面的城堡应该就是一个沙雕。好吧，那么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李鱼，下期视频我还会见你。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，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